进，嗯啊，就赢下来了。正面三轮单打，出右手，漂亮，胜扑啊，决胜球，胜扑，哎，郭艾伦杀死比赛。打第一场，甚至说打到第二场的时候呢，这个比赛状态啊难以预知。因为这个季后赛无论是 NBA 还是 CBA 都是说我中间隔很短的时间，隔一天隔两天，然后第一轮就开始了。嗯，好，这边呢是辽宁队拿到了今天的第一波进攻球权，郭艾伦造犯规。哎，因为呢你只要是防下来这个辽宁的 transition 的这个 offense， 郭艾伦外线出手，自己把篮板球抢到了。好球，今天开上球开哨球来的比较迟，就是福建队需要注意，就是别让对方啊后卫直接抄球。郭艾伦进来，好球。这是已经进了，已经进了，从里边往外进。开战以后呢，郭艾伦这一点虽然说成功率不高啊，但是攻的还是非常的坚决。小西北，要切之后呢形成挡拆，内蒙这个掩护给的漂亮。好球，又是郭艾伦，有夹击，对啊，中程顶得不错。哇，艾伦一定要把手感抛开，第一个三分球，行，手联防了，联防，手联防，这事儿正中下怀。底角，郭艾伦三分球又一个，因为你手联防，你正中下怀啊，这个。哎，郭艾伦还在，还在，林间对他，林间对他，嗯，郭艾伦外线的出手又一个，漂亮，三个三分。艾伦第三个，真棒啊！这是一个远距离的两分球，两分球见了，投开了呀！前面是三投不中，也是啊，顶着防守硬上。对，哎呀，这就是杰特太矮了，杰特。好，篮下，好球！啊，不让他攻。侧面挡拆，哈德森出来，机会不错，好球！不防啊，三分球又有了，这胡龙帽又上来了，嗯。这个没人跟乖了，一掩护人没会了，比赛假动作。对，哇，拐轮再突啊，很可惜啊，这就进了，就二加一了。这为什么没有人协防呢？知道了，嗯，这三分球不错，三罚球没有啊，终于有一个，终于进。第一下掩护呢没挂住，嚯！哎呦，二加一啊！这球啊，这球犯规了，没吹，也行。这球不吹二加一，而且这个确实。杰特，哎呦，又一个横传球失误，转换基地给郭艾伦倚柱，好球。第三是吗？哎，郭艾伦。犯规，对杰特犯规，杰特让郭艾伦活活给断了，给切下来了。杰特第六个失误，半场就六个失误。对，他惊慌，他惊慌失措。来看一下啊，郭艾伦给上身体接触。对，这球其实到这会儿已经郭艾伦能拿下来了。对。嗯，这是个机会啊，没人防啊。哎。行，分差呢又回到了十分。王哲林别运球，嗯，啊，王哲林太像，王哲林其实就是他这个侧应球啊，不是特别擅长，对他不是一个发起组织的点，他是一个终结点。其实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失误，你刚刚把比分翻回来，哎，郭艾伦。违体，这球郭艾伦是完全在这个领先身位上。杰特今天失误都有十个了吧？他下半场就这俩失误。嗯，下半场，我印象当中啊，八次失误，对，八个上半场六个，下半场就这俩失误。杰特，这是被郭艾伦切掉，都有韩德君。是。现在呢？啊，郭艾伦。中距离有了，现在这个阵容看上去啊，以下半场的手感来说，在三分线外赶下来了。对，王哲林别运球，王哲林只要一运球，哎、就是失误。
好球，比赛最后的两分半钟，杰特把球护好啊，郭艾伦差点又给断了。对，失误是16-7，郭艾伦进来高打板追平了比分，压死小吗？哎，压死小。哎，找到了哈德森，三分没有，篮板球被郭艾伦拿到，再起，两分打进，比赛的还有最后的27秒。那是全场。不犯规吗？他是先抢。对。哎，抢下来了，郭艾伦晃起来，啊，犯规了，哎、没打进去，苍天啊！哎呦我！打这球，我以为是没上进没犯规呢。对，我这一个极好。啊第一罚有了，第一罚进了呀，他是一半，他控制时间，他肯定压到最后了，他一定压到最后，两队别犯规。杰特进来了，出来红龙帽的三分球没有，加时103平，还行啊，最后郭艾伦虽然说两罚一中，但是也算是通过一个抢断拯救了辽宁队。好家伙呀、啊！行了，两罚一中，行了行。王哲林运球，对，别运球，你只要一运球。反击，郭艾伦，好球！辽宁队反超了三分，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分钟，福建队请求了暂停。这时候就是一两个小细节，王哲林千万别运。对，而且杰特今天前面罚球罚得非常好，最后两罚不中。这里是辽宁，这里是沈阳。进入到最后一分钟，生死一线。哎，郭艾伦强突。好球打进了，用身体撵杰特攻防，还是打同样的战术，郭艾伦低位单吃，对，转出来里边没有出来，没有空间了，郭艾伦连续的胯下转身给到中程，出现了失误，没吹，没有吹犯规，郭艾伦再抢回来，上篮被干扰了，吹谁了？吹了王哲林的犯规。王哲林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裁判员的判罚，两分无效。福建今天还是郭艾伦罚球。好，第一罚有了。哦，还是两罚一中。给到杰特，杰特三分机会。没有，篮板球抢回来了，哎呦苍天啊，三分，这三分，比赛还有最后的0.3秒，也累呀，因为场上毕竟有王哲林，多给他创造一些机会，郭艾伦强突，哎呦，这个球应该算，这球应该算的，应该算啊，这球应该算的，它是一个连贯的动作，已经起步了，43分了，好，第一罚有了，如果打进啊，就赢下来了，正面可能单打出右手，好球，胜出啊，决胜球，胜出，哎，郭艾伦杀死比赛，就这个虽然前面罚丢了那么多罚球，但是关键时刻呢，郭艾伦还是投中了比赛的生死球，这球高比他步幅大，对，一步过去压着身位，然后这个福建队这边，你看吧，王哲林过不来了，过不来了。声音可以再大一点。这球呢？这球就是说，杰特这种球呢，他是防守好的队呢，杰特就是首先我要掐艾伦右手，当他走左手的时候，我能意识到王哲林在这个我的右后腿。这个系列赛呢？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，因为福建队确实季后赛之前的经验，包括球队打法特点上啊，就是让大家如果预测的话，可能大部分人会预测辽宁队能赢系列赛，但是这一场打完之后，福建队。